这有啥丢人？他现在都用手机都不写字了，都是打字，挺正常的。你现在让老多人了，你让他写，他绝对写不出来。 用我的这是什么东西？没看懂。 不好越。 豹女好像，哎，豹女在下。 什么鬼？你的意思是用诺手打野吗？诺手怎么打野？ 线太多了，我跟他一块推，我觉得我在害他。 哎，来，他要被这个，我操！ 哎，还行。女枪应该在家的，女枪没血。
不好抓呀，我这波刷下去拿龙刚好。 我刀麦一 Q 一个狗，涂装跟之前一样，只不过是第一件幽默而已。 你先进化 Q 就第一件可以幽默。 但进化大的话，就第一件最好是亵渎。这下路三v三打不过。 他这要干嘛？他要越吗？这满血弄手不好越吧？ 我真不敢抓这个刀妹。装备一样做，只不过亵渎和幽默换个位置，因为进化这是 Q。 这暴女这不有闪现吗？他没闪，他没闪没大。这德莱万已经对不了线了。 不是这豹女都回家了，这瑞尔还过来找我呀？
这豹女有闪。不出，没人出狂妄，没有英雄出狂妄。你这波为什么要去上呢？冰拳子，啊，他没吃完吗？我不直播，不打游戏。我才想起来，这凤凰是个辅助。谢枯木的粉丝牌。魔兽都好久不玩了吧？我说过那个东西是，你得有资源，你得有战役，现在没有。这好像是有眼的。哎，这先锋有点坏事儿啊，有先锋。有先锋没法放扫描。这刀妹怎么还不走？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
来来来来来，我过去大招也好了。可惜狗熊没杀，狗熊700。这是第三条龙子，别死，死了大龙掉。他们要是打的话，那给吧。没办法，我们家德莱文死了。3400。我操，吓死了。好像就他一个呀。豹女有金身了，我15秒疾跑。我操，这个瑞尔 RW 大我一个，我也没反应过来，我该用一拉开的，这不拉开对面炸了，能烫死吗？感觉烫不死。狗熊伤害了，哎，我的，我操！谢盗毒铁上续费的3个月的超分 plus， 谢谢。
哇，那这波好亏呀、啊！这小农60秒，我疾跑交了。最近搬的都是男枪。算了，给了吧。啊！刀妹的踢，你怎么也踢过来了？不是，你踢过来干啥来了？我靠！那我得买药。门牙没，完了。破盾吧，破盾吧。我这不有疾跑，狗熊第一时间来不了。我没敢 A， 我 A 了那个瑞尔 BRW 我。没了没了，还是结束。他主要是他看到我来了，反应肯定很快的。我要是打出来一套这个人会死掉的。